老师第一次下来名人冠军赛，心情如何？就是非常开心，就是台湾今年又多了一个奖金最高的国际比赛。那种子棋手的压力会不会比较大？其实不会，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压力，就跟其他的比赛一样，就是保持平和心。那赛前有做哪些准备？像平常因为一直都有在做训练，所以其实并不会为哪一个比赛做特别的准备，就是跟平常训练一样。最近状态如何？最近状态其实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算是比赛比较少，然后我觉得状态没有到特别理想，所以就是也希望能源赛能够有好的发挥。今年到现在给自己打几分？今年到现在比赛其实算是比的比较少的，然后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满意。那最想和最不想遇到的对手？其实我觉得遇到任何一位对手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全力以赴，然后认真下来。最崇拜的骑士？最崇拜的骑士是李海峰老师。那海峰老师和左维，您觉得谁比较强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有没有比赛前一定会做的事？比赛前一定会做的事情好像没有，因为一般就是起床然后就来比赛。那明年冠军赛的目标？冠军赛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下出让自己满意的棋。有没有给年轻棋士的建议？就是希望所有的棋手就是都能够享受下棋的过程，而不是只在乎最后的输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